坐碰碰车第二回合，还有五分钟大概就可以到。我们全程大概要坐15分钟，11点半要坐到11点50，从碰碰车站坐到茂兴，然后走茂兴步道。这都是柳三林，还有红块跟台湾扁柏。哦，这个是红块，小哥的。啊，如果扁柏叶子会往上翘。这的都是新做的，因为这边这里都摊方，对，都摊方。哇，这颗好漂亮哦！这一颗就是台湾扁柏。1.5公里，现在1分45秒，哇，前面就是太平山庄，还有28号要去光武哦，但是我那边有一个有，我有一个要去的，后来我没办法，我有雪霸，还有光武啊，三日山庄都会去啊，没有，他只去雪霸啦，光武光庄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同一个地方啊。雪霸光武会同一点吗？对啊，都是同个地方，28号会带你们去啊。28号我们就要去越南了哈。今天去越南去了。哇，你看这一颗，哇，这个是被雷打到了。好，你拍这个零线，赶快拍这个零线。对。哇，这个就是前面那个，就是太平山庄。因为这边只有车子可以来，所以就生态保持得非常好。现在被扒了没扒？规定的。他怕有人会走了。你看，以前用这个马达 ，PK， 那要逼了哦，对，规定的，忠于原味，名就是逼。对啊，保持很好。老外就是想要看这样的影响。